他们辣椒真的是用小鱼干辣椒哎、欸。哦，里面还有加菜脯，哦，很辣呢。刚遇到粉丝，粉丝说他们蛋饼超好吃，然后我们买到最后一份。现在才8:30，蛋饼已经没了。最后一间的中卫面馆是大家希望我不要报道，那我们就低调一点。从小就在仁德长大嘛，但有很多间其实我自己个人都还没有去吃过。废话不多说，就带大家去吃这5间仁德经典美食。Let's go。我住仁德那么久，竟然没有来吃过哎！我来试试看他们辣锅，他们辣椒真的是用小鱼干辣椒哎、欸！哦，里面还有加菜脯，哦，很辣呢。它外面是煎到有点很薄的脆皮感，然后里面非常非常的软。哎、欸，好辣，有后劲，它是有里面有包肉的、欸。它的奶茶也不错喝哦。啊，你看，它真的是小鱼干辣椒了。要吃一下那个蛋饼，刚遇到粉丝，粉丝说他们蛋饼超好吃，然后我们买到最后一份。它的葱的味道好明显哦，哦，好好吃哦。它是加辣椒更好吃耶，它整个小鱼干的那个香气好棒，真的好吃。它这个面糊的感觉哦，不是面糊包蛋，是蛋包面糊的感觉。应该整个那个蛋的香气啊，超级明显。哦，哎呦，竟然都没有来吃过，这些真的蛮好吃的。我们现在才8:30，蛋饼已经没了，所以你们真的要早点买。来啦，这间周妈妈还是位于仁德，这间好像我也没有买过哎，怎么办？我好像假的仁德人哦。哦，欸、他用的油条很好了，是酥的那种类型，然后他可以选择半熟蛋，蛋在下面，我们要吃下蛋啊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很佛心哎，看这蛋黄，他加蛋一样加10块哎。很可以，这间哦，虽然不是说哦，它的有多么的特别，多么的特别，可是呢，它真的就是卖那种在地人的回忆的感觉。哇，好吃！推荐大家一定要点半熟蛋，超级赞。那半熟蛋整个搭配下去哦，你可以咬到那个湿润度，然后又不会吃到让油条哦特别的腻口，然后就嘎吱嘎吱哦，很爽。点好吃哦，一定要半熟蛋。好，哎、欸，这间真的是我从幼稚园就吃到现在。哎、欸，姐姐，你们卖多久啦、啊？应该有20几年了吧？没有，老板他们说7-8年。7-8年而已吗？7-8年？哎、欸，不止吧？有点忘记了。反正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吃的，然后至少自从出社会就没有回我阿公家之后就没有再吃，应该是一样的口味吧？应该是不同哦，口味应该会不同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说你小时候有吃的，应该不是我们的。不是你们的吗？应该会比较好吃哦，应该是一样的啦，因为这边的凉面啊都是有加酱油的，然后他们有吃单纯只有麻酱，你们里面还有加蒜头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荤的有蒜头，那、啊、素的没有。对，应该是啊。可是我们没有卖那么久啊，而且很少有加柠檬。对啊，这边应该只有你们吧？对。那、如果人家自己卖的，有些人有自己卖的，他们也会跟着我们放柠檬。哦，一样啊！哎、欸，奇怪，应该没有，怎么可能7-8年？我读书的时候还有吃过呢，哎、欸，还是大学的时候而已，好像是哦，哦，还是一样的味道，好好吃哦。那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加柠檬怎么那么强啊？所以后来我才在美都吃到加柠檬的时候，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。哦，这间的凉面真的很好吃。
好，上桌之后先来加这个辣椒酱。很可惜，他现在没有那个塑形藤。欸，最近欧阳靖在台南介绍的冰冰棒棒，欸，就是他介绍的每一间呢，啊，都会突然爆红。然后他也是标准的那种会点，你知道吗？一上来点米糕就是要三件套：卤丸、豆腐跟卤蛋。没错，就是要这样。好，来试试看这间米糕。说来真的也是惭愧，欸，我也是没有吃过，好不好？来试试看，很多在地人推荐这间。哦。它的卤肉很香耶，但是它的米齁偏硬，吃起来比较有扎实感，但是它的那个卤肉很香，可以来吃一下它的卤豆腐。哦，它卤豆腐是那种三角的那种油豆腐。老实说，这豆腐我不喜欢，我比较喜欢那种里面是绵密感的，它真的是有点老豆腐的感觉。来吃一下它的，哦，卤蛋还真不错，有卤的很透彻。卤完来吃一下，嗯，卤完表现就还好。好啦，那很可惜没有四神汤，我们就点了一个姑巴汤，汤头还香。哦，姑巴哦，老实讲就没有什么好挑剔的，它只要新鲜就好吃。哦，这它的卤肉汤算是蛮贵的。那一碗要60块，可是呢，他给的蛮多的，满满都是料，还算 OK。锅炒，欸，跟那间讨人厌的榨菜肉丝面一样。来，我不会把它放在左上角的资讯栏，但这间的比较亲切，人情味也刚刚。等一下，你看哦，欸，这个肉丝太夸张了啦！先来喝看它的汤头，它有种很特殊的那种不知道是香料味还是榨菜的味道，然后它的辣度啊是刚刚好，是它的肉丝。它肉丝里面满满的辣味，很入味。吃下它的面面，哦，我刚才本来叫小碗的，结果可能大姐以为我们两个人要吃一碗，所以就帮我们点一碗很大的，真的好大哦，怎么吃得完啊？这是几坨面啊？加倍完了。好了，我们吃吃看它的那个猪头皮。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可以。还有猪耳朵，哦，猪耳朵也行哎，它是脆肠，好好吃哦。再就是这个每桌必点的鸭肠，这个鸭肠跟那个小北夜市附近那间汕头意面的差不多厉害了。我吃一下它那个大肠，看有没有我喜欢的味道。这就是台南人的热情，看到朋友了，一起付，哎，好好吃哦。好啦，这我今天吃完了，就只有最后一间的中卫面馆是大家希望我不要报道的。我们在路上，在里面一堆人讲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低调一点 ，OK？ 那这五间呢，你最喜欢哪一间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们知道。还有什么推荐的仁德美食吧，也可以告诉我。但是我这个懵懂无知的，在仁德，在仁德从小到大的一个有为青年，好不好？政府没有颁发我那个十大杰出青年，就是不对了，好不好？政府有听到吗？来，回来。啊，还有什么推荐的仁德美食吗？留言给我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